在这个实验里面，我们会利用气体放电灯和绕射光栅来到观察不同气体的发射光谱。先将放电管装置在灯座上面，开启电源，透过绕射光栅，我们可以观察光谱。首先观察第一级光谱，改用注有不同气体的放电管，跟住再次透过绕射光栅来到观察光谱。